香软不软的，他家这个牛肉还是煮得好。最主要的配料牛肉是鲜切本地的土黄牛，汤汁也是用牛骨牛肉经过五六个小时熬制成的熬汤，再配上韭菜、白菜、薄荷等绿色蔬菜，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家喜欢的口味添加一些佐料，种类有清汤米线、有红烧米线、还有炸酱米线。如果在你未来规划的旅程中，有一个地方能分享你的快乐，治愈你的忧伤，那应该就是大理吧。滇仓初雪未下，洱海明月高悬，在古城、喜洲或者双廊，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口聊天，木头桌，扎染的桌布，陶罐花瓶里插着野菊花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，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守望千年的桑塔，蝴蝶泉畔等爱的精灵，欢欣喜目的大陆，随波荡漾的海菜花，撩拨着木吉他的弹唱歌手，还有抬头可见的漫天繁星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，而是你记住了哪些，又是如何铭记的。就去大理吧，趁着冬日的暖阳，趁着风还没把金黄的银杏带走，趁着西伯利亚的海鸥还没回家，趁着又是一年水山红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理州冰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罗树梅。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情怀，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期待，忙碌的身心，焦虑的期待，不如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到冰川来，把眼睛留给风光，把体重留给美食。冰川有4000年白杨古村，3000年丝绸古道，2000年鸡足古城，1000年月溪古道，600年周城古镇，100年咖啡古树，这些会让你如痴如醉，不知归程。冰川有让你回味无穷的美食，四季飘香的水果，还有热情好客的冰川人，都会给你留下难忘的记忆。冰川处处是景，时时可游，让我们一起
或倾心于人文，或纵情于欢乐。来吧，朋友。冬至大如年，人间小团圆。冬至节有北吃饺子南吃汤圆之说，在昆明冬至同样盛行吃汤圆，圆意味着团圆圆满。旧时昆明冬至吃汤圆首选四喜汤圆，一碗四个大馅汤圆，分别象征着福禄寿喜，馅料也很有本土特色，白糖、火腿、豆沙、花生、胡麻、枣泥等等，各有一番香甜滋味。除了四喜汤圆，豆面汤圆也很受昆明人喜爱。细腻瓷糯的汤圆裹上炒熟后浓香扑鼻的黄豆粉，再浇上一勺熬得正亮丝滑的红糖稀，是老昆明人挥之不去的美味记忆。冬至十一月中，中藏之气至此而极也。时至冬至，标志着即将进入最为寒冷的时节，也标志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在寒意弥漫的昆明的冬夜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，是身上的阵阵暖意，也是一年念想祈愿圆满的。
这里应该是昆明冬季最早盛开樱花的地方吧。云南美景那里有贝内加宁一起走。昆明陡坡村像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谷，在冬日暖阳下樱花朵朵盛开。导航到陡坡村景区，过了大普及隧道左手边，沿着很窄的小路往前走，有一个 S 弯，就是拍照打卡冬樱花的最佳观赏地。满树的繁花仿佛置身梦幻花园，这哪儿有一丝丝冬天的寒意。昆明最早的冬樱没有富士山下的绚丽，但有山谷里的独特魅力。快来收藏身边的美好，这里浪漫的成本可以很低很低。